跟着你到任何角落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两个人使用一支麦克风，等于就是变相的接吻。主任吃醋了啊！主任在吃醋了。对对对对对啊！那刚刚那个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动作呢？这个歌就是要配上一些动作啊。越来越冷了啊！老师好。各位同学，请起来一下啊。老师好。班主任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呢，最怕学生呢发生师生恋，这样下去，他的前途是不会幸福，知道吗？对。你今年看起来不到20岁的样子。班主任几岁知道吗？老师，30出头。年龄，老师年龄不是问题。那身高呢？身高不是距离。体重呢？体重不是秘密，不是压力，压力，压力，不是压力。主任，你们今天穿的是情人装哎，体重不是压力，可以可以，这个还要问别人一大堆的，跟不上时代嘛啊！你仰慕班主任多久了？从我小时候，小时候，我3岁的时候看电视就啊，仰慕老师。真的？对。那很好，只要你用真心来换，换绝情。真心换绝情。可是老师，妈妈说要你的发型改了才能嫁给你。妈妈已经讲到婚嫁了。啊，奶奶，先请坐，先请坐。看到没有？这位同学。就是因为掌握住了班主任的服装，就捞到了几句话可以讲。旁边人一直想插，就插不进来。很好，今天同学我想应该会有很好的表现。班主任是因为感冒了，本来这样就结束了。很多很多，哎，这是国父是吧？他有意见，当然人家有意见。我们都准备好要说什么，你这样一下子就买单了。你有准备好要说什么？那我当然就是老班主任啊，是常常来，常年度配合，但是每次来都带来一些新的表演哦。今天当然就啊，连看家的本领都要带来，会不会觉得很累啊？不会不会，我已经习惯这种压力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一个成功的人一定要有压力。对对对对对，有的时候自己啊不要迷惘了。恭喜发财嘞！刚刚以为说这个，哎，好像我是谁，我姓黄，或者我叫黄安。我一出来就一定要让大家很感觉到，那样子的话，什么歌？那个路会走不久啊，是吧？应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应该就是讨喜或者是幽默，都是在举手投足之间，而不是刻意去设定它的。如果你这一次你设计的背一个牛车出来，哎，很好笑，那你下次是不是要弄坦克车呢？那有一天呢，坦克车航空母舰，对不对？全部就一起，基本上他长得很有喜感。哎，那我们你就是非常有喜感的，严格上讲就是一看就很滑稽。哎，这个太麻里村长来了，哎，今天要请他代课一下，太好笑了。在我们班上里面，他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一个学员。谢谢老师。服装是越穿越烂。请问你表演跟生活的区隔在什么地方？我表演是在台上，舞台上。那生活是在台下。哎，在台下。那你取材于生活的话，那就是把生活全部整个搬上舞台，就叫表演吗？应该不是哦，就把生活。那你这个厨房的衣服可以拿到舞台上。不是，不是，老人家，来来来，先验收一下啊，验收，要放开啊，哎，不是身体啊。大哥，我手张开了。Thank you.
了什么问题知道吗？所有人都知道。我忘记直接进那个。哎，对，哪有那么多时间让一个人这样唱那么久？ The fire of love, the fire of love, came burn from afar。动作很生硬。不是不是，验收完，因为班主任要多留一点时间。天知道，地知道。哎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我们是一起的。啊，你们这次是两个人一起出片？是。啊。谈恋爱。有什么 feeling 没有？我跟班主任比较好。验收，你们是一起验的、啊？对。如果要验收，是要一起验吗？是。哦，听听看，听听看。难言的情，隐藏的爱，冰裂的泪涌在胸口。否愿意带着我祝福的爱，跟着你到任何角落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两个人使用一支麦克风，等于就是变相的接吻。主任吃醋了啊！主任在吃醋了。对对对对对啊！那刚刚那个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动作呢？这个歌就是要配上一些动作啊，可能是表演啊啊，是。您刚刚那个是叫做就是摘葡萄的动作吗？不是，因为主任年纪大了，所以我们表演的有点活力啊，那看起来好像歌剧一样的，从那边还可以再跑来跑去的啊。这是你们的新歌，不错，啊，就到这边好。啊，你是跟他一起演奏的？对。啊，哎。谢谢这乱在耳旁边，甲你分开到如今，犹原是放不离。如今不知你是在哪里。新歌，谢谢。这个跟那个真心没。真心没合唱，对对对。那一个首歌跟上一张唱片的歌差不多的时候，是不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江郎才江郎才尽？不是不是啊，其实啊，这个是就请里面的经典游戏，那就说呀，这是你的歌，是我的。这要解释一下，这首歌在你的世界里面永远只有下雨吗？没有，我是同时这两首歌是同时做的，一个是姐姐，一个是妹妹了。哦，第一首妹妹先嫁没卖好。不是不是，又来一次。不是，妹妹先嫁出去了啦。啊，现在再带姐姐来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妹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雨妹，我就是我先做了这一首啊，雨绵绵，情绵绵之后，感觉唱一下感觉不错，我就做了一首旧情也绵绵啦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是并没有一个妹妹先嫁了，对是那首歌先推出了。对对，能够让黄安听了半天还要我解释，才听懂。你的口才不错，谢谢。不错，好不错不错，你好，验收验收验收。好，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像自由鸟一样展翅高飞，谢谢。自由鸟。收。请问一下，自由鸟长得什么样？长得就是
无拘无束，没有牵绊，可以坐卧跑跳这样。有人看过自由鸟？鸟就我们听过天堂鸟、画眉鸟。对，它是一个隐喻，就是说关在笼子里面叫不自由的鸟，对不对？给人家饲养叫不自由，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的叫自由鸟，跟人一样，人也希望自由。就好像老师没有忘情水嘛，水就是水，怎么会忘情呢？对，这个有点幻想的想象。他解释我一下就听懂。对，来来来，而且这两首歌是同一个作词作曲的。就当我是一只自由鸟，飞来飞去，只为了找一份依靠。我用真心看不到，我用真心听不到，有哪里可以停靠？我是一只自由鸟，飞来飞去，只为了等一次拥抱。天涯海角，有谁会明了？运气真不错，对，本来在中间就要按掉了。喇叭出了问题，谢谢谢谢，赚了好几千块，不错不错，挺多挺多，谢谢。王安王安还没验收，啊，他这个好像我主你没验收啊？对啊，他你们俩不是一起唱歌？我陪他，他还现在换我。那换你，他又陪他。既然来这边都有这个权利嘛，是不是？哎，都有这个权利。来来来，该我们这个是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崔浩然。于浩然，于浩然啊，这首歌名叫《他陪我》啊。是我们是一起的，不能分开。这样子，谈恋爱。像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，会不会有什么发展啊？我比较喜欢的还是班主任。哎，这一段是 NG 重播了，怎么一模一样？来来来来。老师啊，我还没唱好贵耶，我还没唱哎。喂，老师，这西德进口的很贵耶。是哎，老师，我还没唱，没进去，太过分了你们啊！我看他的表情好像不想让我唱的。所以你们两个人默契已经发生问题了嘛？啊？嗯，没关系，你接下来表演的你就要注意，这个只要掉下来，这个只要掉下来，我喇叭就按下去了，这没什么好客气。看你们，还没唱，行了行了，一模一样的啊。当然了，这时候就可以看出下一个人表演的运势。王安，王安，是你吗？你还要不要表演？要要要要。快掉是吧？我自己带喇叭来。哎呦，不是，新安蝴蝶梦有喇叭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我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我从来不借由这个机会打歌。哎，这怎么样？这位同学带一个新的来了，戴了个保险帽，这比较便宜的乌干达型。那么这个我这个有个特色，我从来不在这个节目里面借机打歌啊，这样对我都唱一些大家喜欢听的隽永的歌曲。这个同学牺牲的精神，我们就非常的感动，嗯，真的是了不起，是是是，新鸳鸯蝴蝶梦，对，您就是意思不打唱片的歌了，哎。这样子，各位同学一定要觉得惭愧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时间已经到了，还没吹。好，带来这首歌曲，《我是一片云》。深邃，温暖。
赶不回来了。